明明花东已经出现3公尺以上长浪，这对情侣偏往海里冲，大浪往上卷，半身都湿透。难道他们不知道疯狗浪拉人入海到底威力有多大吗？ 另一头，两名穿着时尚的年轻女子拍了美照，才发现浪扑了上来，赶紧拔腿往后跑。仔细看，女子身高约160公分，后方的大浪高达3公尺，等于两人身高的一倍。海岸上20多名游客冒险在岸边戏水，巨浪突然冲了过来，吓得大人小孩赶紧从沙滩上起身，还有人差点跌倒。 穿着红色上衣的女子坐在海岸边的石块上头，远处却掀起3公尺长浪，拍下这样的网美照，让人看得一点也不觉得美，反而觉得超惊险。一不小心就会变成人生的最后照片，下去就再见了呢。那下去就回不来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台风靠近，下花莲七星潭还吹起强风，岸边围栏倒的倒，垮的垮。 过去为了拍美照，有女游客大胆爬上鲸鱼洞，直接坐在崖边，还晃着一双腿，另一边还有男游客架起脚架爬到顶端拍照。游客肩并肩沿着海堤往海里走去，大浪直接淹过游客脚踝，满潮时水位更直逼堤面，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倒摔进海里。 龙洞、花莲、台东都已经出现3公尺以上长浪，更可能变成夺命疯狗浪。民众千万别为了拍美照冒险付出生命。记者廖威玲有保证，花莲报道。